呢，要请这个博元修史呢跟大家来问好一下，来跟大家来说声好，用中文。大家好，我是博元修史。新高兴，很高兴来台湾，跟大家见面，谢谢，掌声鼓励，背很久哦。好，那就是在暌违14年之后呢，这一次受到我们台湾风云飞鼎益股份有限公司呢邀请呢，要为他台湾的工作来做宣传，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计划。其实呢，在20岁的时候就跟哥哥博元琼来到台湾宣传 No Way 的这张专辑，然后呢在2009年14年前也来到台湾拍戏。我想要先问一下这个博元琼，博元修史，他对于台湾那个时候的印象如何，好不好？僕が最初に台湾に来たのは20歳の時、ノーウェアというバンドで、うちの兄がボーカルで僕がギターのバン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時に台湾でライブする時に台湾の方がすごく歓迎してくれて、その印象と何て言うのかな、興奮というかが未だにすごく強く残ってるんで、で僕にとってはその時第二の故郷と思ってるぐらいの台湾がまた来れ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就是20年前的时候跟哥哥一起来台湾，当就是为了乐团，然后他们拍了演唱会。那时候他的感想是，他觉得这里台湾很像他的第二个故乡。然后跟哥哥一起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热烈的欢迎他，他到现在还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我们知道这个是20年前、14年前的事情，又唱歌又拍戏。其实这些年来呢，博元修史在戏剧还有在音乐创作部分呢，一直有在持续哦。在日本呢，也有不错的一个发展。那昨天才刚刚下飞机，对于新来到的台湾，他又有什么印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そうですね。20歳の時に。バンドで来て、14年前はドラマの撮影で来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建物は変わったりはしても街の雰囲気っていうのは台湾の独特な大好きな感じなので、ホッとしてる、ホッとする感じですね。20年也是因为乐团的关系来台湾，14年也是因为拍戏来台湾。但昨天他到台湾的时候，他觉得台湾的建筑物有点改变，但基本上他觉得台湾的感觉都没有变，还是让他会有放心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一样哦。其实台湾也是他未来想要发展的重点之一。昨天才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等着他，就是台风的部分。所以呢，有这个海葵台风，不过呢，我们台北有博元旋风。好，那今天呢，来到台湾，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享，也就是他在日本的这个乐团叫做英谷爱乐乐团。是一个很特别。也很特别的乐团，因为听说都不能够上电视演出的，究竟有什么样的神秘的地方？我们请博元修史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英谷爱乐乐团。はい、ウグイスダニフィルハーモニーというバンドなんですけど、ボーカルがお笑いコンビのチュートリアルの徳井くんがボーカルなんですけど、もともとは僕のプライベートの飲み仲間で。で、徳井君がバンドやりたいなって言ったのがきっかけで、友達同士で遊びの延長で作ったのが最初のきっかけなんですけど、就是那个英谷爱乐乐团，其实他们本来总共有4个人，那主要的主唱是德井，是那个吉田星野的那个搞笑艺人德井先生为主，然后他们原本四个人都是喝酒的伙伴。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德井先生刚好被分趴在英谷这个地方表演，就是段子，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干脆就一起来，就是组个乐团唱个歌这样。哎呦，然后就这样，乐团就因应而生，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以酒友变成这个乐团的伙伴。那其实，在英谷这个地方也蛮特别的，我们是不是请修史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英谷这个地方的文化，好不好？
で、それであの、まあ、曲をただやるでも、まあ、ちょっとつまらないので、まあ、彼が、お笑い芸人でちょっとこうけいやらしいイメージキャラクターというかあのなのでそういう、まあ、下ネタというか、まあ、僕らは男性の素直な気持ちと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を、歌詞を徳井くんが書いて僕が曲をつけるっていうか、流れなんですけど、ウグイス谷っていうのは日本でウグイス谷駅があってそこがちょっとこう大人の街大人の街、まあ、ラブホテルがいっぱいあったりとかなのでそこのウグイス谷にあるライブハウスが一番最初にライブやったので、まあ、そこを拠点としてというかがウグイス谷という名前の理由です。为什么会在英国？是因为那时候，因为他们德井先生本来的那个段子其实都是有点比较黄色一点的，比较十八禁了。对对对，那他们讲，那希望既然要做一个乐团，要出一首歌，当然就不要只是单纯的做一首歌，那当然就是加一点男生会觉得听的会有认同感的歌词，中年大叔会点头如捣蒜的歌。那他弄的德井先生弄的歌词有，他就是寿司先生就是作曲的部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英国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大家讲的风俗区，对对对，就是很多 love hotel、yeah.。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去那边，反正刚好一直也有配到，所以他们就第一次的那个 live house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 live house 举行，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自己的名称，乐团名称就改成叫英国。英国爱乐，好，所以他的歌跟大家怎么形容比较好，就是比黄明志还要再更十八禁一点点。比如说黄明志有一首叫《击败人》，但是用歌曲唱起来的话，就变成大家想象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大飞机用歌曲唱的话，就变成好。那想象一下，他们在日文词的部分，听说比黄明志还要再更直接一点点，所以他的演出几乎都不会在电视上面出现，都只有在网络上。而且只要有办演唱会，场场爆满，大家可以看得到。日本人压力也是很大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乐团的主唱是德井义实，他是在日本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担任这个主唱部分。其实我们刚刚在整个记者会前戏呢所放的歌曲都是他们的作品，那有很抒情的，有很狂放的，然后大家听起来很愉悦的歌曲，这都是属于他们的音乐作品。那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英国爱乐乐团呢即将来到台湾演出，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期待期待期待。好，那我们知道呢，这一次来到台湾已经是14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从现在开始，在台湾想要发展什么样的计划，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そうですね、うちのウグイスフィルハーモニーで台湾でライブをしたいってこともあるし、またあの役者として芝居のことでも来たいし、まあ、台湾のアーティストとコラボとかもでき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ってます。他现在最希望就是可以把英国爱乐乐团介绍给台湾的观众，那再来他也希望他以他作为演员这个身份也能跟台湾有所交流，那当然就是当然可以希望可以 跟很多台湾的歌手或者是演员有一些新的火花出现。嗯，好，这边也要这个也不能算预告啦，因为他主演的这个日剧呢最近才在日本刚刚上映到应该是第二集吧，天赋，就是天上天赋予的那个能力，天赋，也是他的最新的作品，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啦。哦，对，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戏剧在里面演的角色？あ、新しいと今やってるのはですね、日本で、ギフテッドというドラマが、あの連続ドラマが放送中で、そこで僕は、2話と4、全8話で2話、4話、5話、8話とびとびに出演を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ます。就现在这个季风在上映，它这大概出现的，它是有间接性的就出现在里面。嗯，好，所以也请大家拭目以待了。那其实博云寿司来到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担任台日交流的荣誉顾问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会有请社团法人台湾多元艺术空间青年发展联合会的理事长。
Looking for the sunrise. Okay, right side. Okay, いやもうそれなりに年を取ったなって感じますけど、まあでもあんまりセーブとかはせず、しなよくって好きなものを食べて好きなものを飲んで、ただ、まあ、毎日楽しく生きるってことと、あと、まあ、芝居のお仕事撮影が入るってなったら、そのまあ1週間ぐらいはちょっと食べ物を運動はしたりしますけど、そんなにハードなことはしてないです。他说他今年到四十岁，其实有感觉到他渐渐的年纪大了，但是他基本上不要让自己太有压力，就是吃自己喜欢吃的，喝自己喜欢喝的。那除非真的有拍戏，前一个礼拜饮食会稍微控制一下，不然他不会让自己苦到。对，因为他都是正常的吃喝，重点是他没有去健身。トレーニングはまあぼちぼちやってますね。はい。偶尔，他不是像是我一定要去特别练身材。そんなハードなことはしない。所以这就人生体质非天生的好啊，好，那我们先。